52球衣，随陈金峰选手正式退休。陈金峰隐退仪式上，拉米戈宣布52号永久欠番，是球团对这位台湾棒坛传奇的最高敬意。看台上高举风炮各时期球衣向他致敬，球迷早已哭成一片。这样的排场只专属台湾巨炮，而封神发表隐退感言，一开口却很跳痛。我觉得我今天好像是新郎。这个怪怪的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要说一句话，那你们要大声一点哦，好不好？要最大声哦，尖叫声！原本以为会很感人的隐退演说，居然让球迷哭笑不得。30年选手生涯走到尽头，陈金峰没有眼泪，只有感谢。其实我是很平静，然后很感恩，也很快乐。在我棒球人生中，有这么多人一起陪我打棒球，那对我的鼓励，也对我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然后，其实很多人都问我。最想跟球迷说什么话？我觉得你就像我的家人，所以要告诉你们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要跟家人说再见，球迷又要开始掉眼泪了。粉丝陪伴峰哥20个年头，而这个人则是要陪伴一辈子。隐退仪式上，怎么能不提到峰嫂呢？感谢我的太太，那她照顾我3个小孩，两个啦，没有了，讲错了。没有，我讲错了，两个。哦。陈金峰的每一句话，牵动全场20052位球迷情绪。青浦球场座无虚席，但这两个人对峰哥来说最特别。感谢我父母亲那对我的照顾，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支持我打棒球过，所以我还是谢谢他们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不是在球的表现，我最大的骄傲就是我是你们的儿子陈金峰，谢谢。隐退仪式落幕，我们的镜头捕捉到台湾巨炮离开球场的身影，宽松长裤和白色衬衫一如往常的朴素。今晚台湾巨炮没有落下男儿泪，对球迷而言，隐退是一个时代的结束，而对陈金峰来说，是另一段精彩人生的开始。 RTV 新闻采访报道。